有一名年轻的女性仰卧在她的卧室床上，床上呢浸染了鲜血。一个很繁华的小区里面发生，马上就人心惶惶，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身份我们是搞清楚。他一只脚搭在沿外面，一只脚放在那个屋檐上，能够感觉他很惊恐，也很疲劳。然后他就在上面就喊话，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让你们局长上来。2019年8月18号14时30分，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局长董志刚和他带领的数十位民警在某小区内搜查一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蒋某。排查到该小区7号楼时，民警发现楼下聚集了很多人，顺着这些人的视线，民警看到11层阳台坐着一名男子，该名男子正是这一对警察要找的犯罪嫌疑人蒋某。蒋某扬言，只要有人靠近他就跳楼，民警不敢贸然行动。就在此时，蒋某提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要求。然后他就在上面就喊话，让你们局长上来。这时候大家的目光唰就看到我，他们就不想让我上去，那里情况不明，很危险。然后他就在上面就喊话，你们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蒋某为什么会跑到楼上去了呢？他扬言要见公安局长，到底是想要干什么？2019年8月16号12时46分，商城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某小区内有人被杀。有一名年轻的女性仰卧在她的卧室床上，床上呢浸染了鲜血，案发应该是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在对现场的勘查中，民警发现现场有多处搏斗痕迹，死者胸部及颈部有明显外伤，他杀迹象明显。一方面呢，我们让法医对尸体在专门的场所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痕迹技术人员在案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发现，提取一些相关的痕迹物证，我们分析作案工具应该是单刃或者是双刃的刀具。我们对这个现场的中心以及外围进行了广泛的搜索，但是在现场没有发现，我们分析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与此同时，民警向死者的亲属了解情况。因为报警人就是死者的亲属，死者亲属当时有好几个人，我们询问他一些相关的情况。经调查，死者朱某36岁，商城县本地人，离异，在县城经营一家美甲店，2017年底租住在此处。他那天下午生意也没做，1点多就回去了，回去回他住的那个房子去休息了。县城突发命案，一时间满城风雨。因为他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发生的，又是白天，案件传播得很快的。那个犯罪嫌疑人长得什么样，说什么的都有，对吧？有时候说他的啊高个儿女，什么有的说他不是一个人，啊，所以呢，各种传言，他就马上就人心惶惶，女同志都不敢出来了啊，啊，有的说是谋财的，有的说是劫色的等等吧。为尽快侦破案件，商城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围绕着受害人朱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死者朱某平时做生意为人直爽，并未与他人有过矛盾，也不存在债务纠纷。我女儿性格都是很直爽的一个人，那个男孩子就很坦荡的一个人。正当调查进行不下去时，一位民警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名男子在某派出所被过案，起因是他接到了哥哥蒋某打来的电话。家里面老母亲呢，都好像都是高个儿，高照顾了，多照顾照顾老母亲。我呢，他就事儿出大了，我也出啥大事都是不学，我一直找了晚上12点。早急了，我跑到那派出所去报了案，
我想我出大事了，再一个我想让他也出事，想不开啊。不露户不露人，继续缜密的排查，我们警犬都上一个楼层一个楼层，一个楼道一个楼道搜，能够感觉他很惊恐，也很疲劳，对案件侦破的这种天职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危险要放到一边，这是一种责任。这一线索引起了民警的重视。通过刑侦技术手段，民警发现蒋某与朱某来往频繁，民警很快将蒋某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他腿已经麻了，他腿全部都麻了，站不起来了，因为他为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蒋某，商城县公安局打破警种界限，抽调200多位民警参与这起命案的侦办工作，发放悬赏通告50000多份，设卡100多处，并向相关单位发出协查通报。围绕着我们现场勘查的有价值的线索，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身份已经我们是搞清楚的，但是我们判定他还没有脱离我们这个侦查的视线。2019年8月18号中午，商城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电话，举报人称在某小区内发现一名男子，这名男子与悬赏通告上的犯罪嫌疑人蒋某十分相似。离得很远的时候给这个嫌疑人照了一张照片，我们判断这个人与我们要找的这个犯罪嫌疑人蒋某有很高的相似度。了解相关情况后，商城县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对该小区进行搜查，不露户不露人，进行缜密的排查，我们的警犬都上了，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一个楼道一个楼道的搜。经过民警1个多小时的搜查，终于在该小区7号楼发现了犯罪嫌疑人蒋某，于是就有了节目开头这一幕。面对蒋某提出要见公安局长的要求，局长董志刚果断答应。董志刚知道，如果蒋某真是杀害朱某的凶手，蒋某一旦发生意外，案件的真相便无人知晓。对案件侦破的这种天职嘛，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危险要放到一边了，这是一种责任。犯罪嫌疑人蒋某是否携带危险物品，是否还有帮手，民警不得而知。在场的民警都为局长董志刚捏了一把汗。考虑到蒋某有其他的想法或要求，董志刚决定带2名同事一起上楼。就有2个小伙子举手说：“局长，我当过兵，我跟你一起吧。”董志刚和另外2名民警谢永浩、夏小雨一口气跑到11楼，见到了蒋某。阳台外面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粗的一个檐儿，他一只脚搭在檐儿外面，一只脚放在那个屋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能够感觉他很惊恐，也很疲劳。挂了是吧？好。刚拉走管了。我们呢就向他走去，他这个时候就说：“你们不要过来，我知道你们是警察，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的是便装。他说你们不过来，不要过来，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你们要过来的话，我很有可能给你们带着一起带下去。”局长董志刚为了稳定蒋某的情绪，减弱蒋某的防范意识，提出想要坐下来和蒋某聊天。我说天气这么热，你能不能让我坐下来，我们喝点水，慢慢的说吧。他说可以。感觉到形势有缓和的可能，局长董志刚稍微松了一口气，看到蒋某满头是汗，董志刚马上找到了话题的切入点。我给你，
饿呗。然后我说你渴不渴，饿不饿？他说我饿得很，两天没吃东西了。那我说我给你弄点吃的吧，他可以。然后我就赶快让我们侦查员去找点吃的，送上来，找点水。那亲戚很高度紧张的，他是不允许我们见面，就说我宁愿不吃饭，我也不让你们公安机关，哎，不让你们警察靠近我。他一下子又产生了这种想死的念头，那就因为很非常非常的危险。其实董志刚这么做还有另一个目的。定义他的过程中往往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战机，就是一种机会，有可能我就抓住他或什么的，我们的战友上去啊，等他拖过来啊，这都可能性都有。然而蒋某有着很强的防备意识。那情绪很高度紧张的，他是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就说我宁愿不吃饭，我也不让你们公安机关，不让你们警察靠近我。看到蒋某如此警惕，民警提出借助木棍把食物递给他。抓紧，你别藏棍儿了，是吗？我再来一点，好吧？这儿，你自己找。这儿，好吧？老爸，我也把棍儿甩回去，对吧？你到不让走，不让走，你下去。给我再来，坐下吧，是吧？知道吧？不吃点饭，我嘴里不让骂你，开不让黄你，来吧。这时候他的，我看他的心情好像是平静了一些。为了拉近与蒋某的距离，董志刚开始和蒋某聊起了往事。首先我耐心地听他讲，我就给他尊严嘛，就打开了他的这个话匣子。他说啊，他说到他的得意的地方，就是他我也很成功，我做过小老板啊，我手下也有一二十号人。该说的没说出来，局长董志刚的这句话触动了蒋某的心。犯罪嫌疑人蒋某说，这正是他想要见公安局长的原因。三天的逃亡生活让他身心疲惫，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想一死了之，可如果就这样自杀，事情的真相将无人知晓。与其任人评说，不如自己把事情说清楚。是啊，继续选择。那其他人呢？都怎么跟乡里边的？好吧，这开吧。咱们都走，我觉得这我们都在讲话，要一场小选，听我们局长选吧。我们局长是要表态的事，你放心。这个你听放心，你要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很着急，知道吧？我是看到你上来，这不给地方你不得了，办妥了。给家里面人聊，每天聊一次，对吧？聊话，对。你说你说，我什么？你情况我这两天我上那了解一下，我也知道你也为了生活啊，加了很多的办法。
你这不管怎么，这时候你是阴阳之差，你犯了这样的事儿。这个事儿你看，俺们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我可以帮你，地方在哪儿？我给你讲讲。你想学，我再给你讲。潘涛、蒋某对自己敞开心扉，主动提到与案件相关的话题，局长董志刚顺势聊起了与案件相关的细节。美团好，美团好，我要找一个导航。是是，对，是是是是的。从这儿出到门子口，到门子里面来，哪有？你看多少？多少块？多少？你咋不偷他自首呢？我昨天管他，我给你吃多，这可以吧？我也不是实际的问他，他杀人的动机，他就把这些杀人的过程啊，凶器用到哪里，他就说出来了。就在民警们以为劝说有了实质性进展时，局长董志刚突然意识到，危险正再次逼近。蒋某说完自己的经历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董志刚凭借多年的执法经验，感觉到蒋某可能要自杀。我非常非常担心，我跟他做了几个小时的工作，他一下子又产生了这种想死的念头，那就因为很非常非常的危险。尽管此时消防队员已在楼下撑起了救生气垫，救护车也早早地停在了楼下，但这样的高度一旦坠楼，凶多吉少。三天的逃亡生活令蒋某精神恍惚，随时都有可能坠楼。局长董志刚等人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能否成功劝说蒋某呢？